我没有想要自杀，我也没有想要跳楼，我就想一个人静静的待会儿。哎呀，那你看你想一个人静静待会儿，你也别站那么高啊！咱哪儿不能静静的想问题啊？啊？我为什么要跳楼呢？我要跳楼了，刘丹的债谁来还？你先下来啊！对，甜甜，你下来，我们再想好吗？我为什么要听你们的？你们让我还债，我就还债；你们让我卖房子，我就卖房子；你们让我离开家，我就离开家；让我买车就买车，让我买包就买包。我为什么要听你们的？我能不能一个人在这儿静静的待一会儿？我能不能？我不在这儿待，我还在哪儿待？你告诉我，我还能去哪儿待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我要还这么多债？这个人为什么是我？他为什么破产了？他不告诉我。他欠这么多钱，他不告诉我。为什么我会像一只狗一样的连猪的地方都没有？